250克珍贵米提前一个晚上浸泡，放入破壁机，再加入500克清水，选择果蔬件打磨两次。米浆很细腻，不需要过滤。把250克100摄氏度的开水倒入米浆，一定要不停的搅拌，这样米浆就不会烫手结块。 4克盐，8克油，搅拌一下，米浆就做好了。水开，放入蒸盘刷油，开始倒第一层，每层蒸2到3分钟。 最后一层，蒸熟关火焖3至4分钟，蒸好了，等待凉透后切块，抹上特制的蒜蓉酱，再撒些葱花。 美味的簸箕炊就做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